民进党最后压轴造势从南起跑，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回到故乡屏东县猛拉票。屏东是咱的总统甲副总统候选人的故乡，是不是咱的屏东的时代，咱的乡亲，是不是这届咱屏东是不是可以冲出最高？正副总统候选人打故乡牌，挂病号的副手苏嘉全恢复跑行程，就是往自家屏东县拉票。两位搭档屏东接棒抢票，直到高雄旗山才合体。营造绿营团结气氛，蔡英文上台开讲，不仅打马，还批一党独大的国会。今晚的国会，四分之三的席次是国民党的，不过这三年或四年，咱无看到这个国会有做什么代志，国民党的攻击的立委都是橡皮图章，让马英九变成一人一党专政。蔡英文一个晚上连赶两场大型造势场，不只替自己拉票，也为立委候选人助阵。其中开刀住院的邱莹挺着尚未复原的身体坐轮椅出席，蔡英文送上温暖拥抱。选战关键时刻，民进党气势全开，卯足劲冲选票。三立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